大家都看到这一部很关键的需要注意的就是里面的用笔跟里面用的那个水的含量，这些都要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个要经过反反复复经常的去训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课讲了这个经典作品的欣赏，还有我那个作品归途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教了大家怎么去画这个小鸟，怎么画这个小鹦鹉，我们下节课再见。